月月，不管他是男孩呢，还是女孩，我都喜欢。要是男孩的话，我就教他打球；要是女孩呢，就跟你学做饭；要是双胞胎的话呢，那当然是再好不过的了。 我都不知道，原来你这么喜欢小孩子。不是我喜欢小孩，是因为他是我们两个的孩子。